We are serious people. They should be scared of us. That's what this thing is about. They will just keep taking from you until you make the goddamn rules yourself. Now, you said I'd get a cut. That's what I want. We're gonna go right now. Right now.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They don't expect you to fight back. I know that much. You're so sweet, Giovanna. Oh my god, I can't wait to make it. Leo would be so impressed. Oh, you're Leo's wife. Oh, you know Leo? Yeah. Of course you do. You've been sleeping with him. Excuse me? Oh, look at you, honey. So sweet and unassuming. Just like that little restaurant. Hey! 你身上穿的是什么呀? 你不能穿tank top去学校的。 It's just a tank top, Mom. It's not a big deal. 啊，怎么不是大事儿啊？ 你要是因为一件 tank top 被开除，上不了大学，当不了医生，这就是大事儿了。还不回话把它给换了？走啊！Jenny, is that you? I mean, I know it's you. It's me, Addie, by the way. What do you want? Nothing. I just wondered if you, like, needed anything or something. Jesus. No. Just go away. Okay. For what it's worth, I'm really sorry about what happened. You must really miss him a lot. I'll take the eye drops. She said she's taking Brynn to your parents and she's gonna leave you. Ray, I wasn't gonna leave. Shut up! Hey, stay with me. Hey, Jamie, let me talk to him. Ray, I'm sure it's nothing permanent. I know my sister. Maybe she just wanted to give you guys a little space. She loves you. Mom. Huh? I'm hungry. Hey, what's wrong? 这他妈小孩好的不学，净他妈学下三滥了！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妈，你他妈嘴巴吃屎了！你他妈再说一遍！我说你钟馗嘴巴吃屎了，妈受不起，我要打你！臭丫头，你他妈只把自己当回事儿，我他妈弄死你！凭什么打我？臭丫们！我完蛋！那什么呢？未来呢？ 没了，要去跟人家外国人家当儿子了。丢人！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现在孩子的招生观一样吗？这全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当年我爸在打我。你现在在美国，好歹也适应一下这边的环境吧。这个整个平面都是奶奶设计的。真的？对。那好厉害！啊，这个是我做的。 这你做的？其他都是奶奶做的。没有，我一起做的。还是你学了那么久。杨颂。啊，欢迎。啊，谢谢，很荣幸。来到哈利的这个工作室，介绍一下自己吧。 哎呀，介绍自己总归是最难的，是限定你时间，限定我时间，对，给我一分钟，介绍的介绍的 stress so stressful，没关系，随便介绍。我是在上海长大的，然后在来到美国其实是来读计算机系的，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演员梦，一直没有圆，在国内的话，自己投了几次，但是就是没有拿到任何。 就是他有那种open call之类的，参与了几次，然后就是我当时我爸爸妈妈是绝对不会让我去上演员课的，所以在国内就一点这种机会都没有。然后到了这边来之后，读书读完了，然后说要找工作了，哎呀，找工作之前先放飞一下，就是去上了一些其他那种表演课啦，其实那时候还上了其他那种什么。
什么跟我那时候还跟了一个 interior designer， 还跟班跟了一下，就是那时候就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嘛。但是 interior designer 是电影的那个布景吗？没有没有，完全不得假的。所以就是说你非常的放开，就是放飞，对，放飞，完全放飞，就是、放飞了好几个月，对。嗯，然后发现哎呀还是计算机这个行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然后就先找了这工作。但是同时的话，也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进入这个演员的 class， 就是上课嘛，我就是这个完全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在那之前根本就没有了解这个 word passion 是什么含义，但是在那时候就是看那些演员念那些台词，就是把台词就是很生活化，就觉得哎呀，这是活生活人在演台，不是在演戏，是吧？对，就是在你面前的，然后情感发挥。你是看到你的同学，还是去看别的 play？ 同学？对，就是那个 level。因为那之前的话，我如果去看话剧的话，都是很远的，然后就是有种舞台剧的感觉，就没有那种就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对，小场。对，所以那时候就给我的印象就很深刻，然后就说，即使找到工作了，也会经常去。找一些机会去投试镜啊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还在佛罗里达，还有一个小的一个 group， 然后大家会凑在一起演，就是自导自演一些东西，但是就觉得哎呀，还是想真正的追求这个事业，然后就搬到洛杉矶来了，对，那好几年之前的事情了，对，哇，那你说你是。很有计划，其实哈，我觉得你看你学的专业是能赚钱的，学的专业是能赚钱，是吧？是永远不会失业，是吧？能吃饱，而且在哪工作也可以，是不是？我那时候对计算机嘛，是吧？计算机对 ，computer science，对，相当于是 IT 嘛，可以这样说吗？我可以这样说，计算机就是说做的事情比 IT 更加复杂一些，更能赚钱一些。哇，这个好，所以的话就首先把那个。基础打好了，就不用为温饱。爸妈不用担心了。爸妈就说你本职工作不要忘记，你自己外面乱玩去演戏什么的，本职工作不要忘记，一定要。那到现在为止，你现在忘掉本职工作了吗？本职工作还在那边做，但是对，因为现在大家都是 remote 嘛，所以这点还比较方便一些。所以很有远见，还是比较 flexible。学了一个好的专业，然后。一毕业马上进入，而且是很扎实的，先去上学。对，那很多半路出家的话，可能是去找机会先去玩去演，但你是的，你看你是属于是学霸型的，知道得学好。不是太学霸，学的就是。不，我觉得你有学习精神嘛。对，要不然你看得一出来就得花钱去上课，还不知道怎么样，是的，是吧？这有得有一定的那种想法才行。对，因为我爸妈他们收入不是很高，所以就是，我来美国的时候，这个学费啊什么的也都是自己工作了一年，然后攒了一些钱，然后这样子过来的，所以就基本上就是。考虑什么东西都是说，这爸妈是不能去借钱的，自己怎么样找钱能够去上课，也不要给他有画饼，所以你也不能，这是很重要的，对对 对，所以你那你就开始上课，然后就在佛罗里达也拍了戏吗？还是一些舞台剧？在佛罗里达拍了一些就是学生片啊，但是那时候很早，学生片他不敢接触这种华人的 minority 的题材，唯一的有那么一两个也都是特别局限性的，所以那时候接的片子很少。我们就是自己，我那个一个 group 的话，我们拍就是一些小的 comedy 啊，搞笑的片啊什么的，自己大家，就是拍拍玩玩的。但是我就说那时候就觉得，也不是说大家不专业嘛，但是就是说，就觉得空间太小，有点对，有点就是很 side hobby 的感觉。那我就是想比较正式一点的追求这个拍戏，但是即使跑到这边来的话，也发现现实还是跟理想有差异的。差异，你就说我，但至少比那个佛罗里达好。对对，因为这边有很多人就是有同样的 passion 嘛，他们就在这方面很舍得投入自己的时间，即使没有金钱的话，也能够投入时间，那很重要。然后他们自己也就是一直会去上课啊什么的，就是在这方面
方面对自己专业的要求也很高。哦，这方面，对，这方面在佛罗里达是不一样的。那气氛那么好。就是说我来这边之后就没有上过这种上过学，来洛杉矶就没来洛杉矶，我都是上一些就是课，就是不同的、哦、不同的老师。就是你学那个计算机科学是在佛罗里达上的学校嘛？对，是那是正式的学校。那你说来这边到这边就是上不同的课，专门的那个表演的。我就是没有去做一个什么 Bachelor of Arts 这种 degree，、啊、okay, 对。那个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也没，很花钱，很花钱，因为我觉得这个毕竟还是要靠实践的。对，这个是表演，表演还是要靠实验的。对，所以来了这之后就，虽然你说，不如你想的空间那么大，对，但我知道你也拍了很多嘛，我也看过你很多片。谢谢谢谢。在近几年的话，其实华人，我们的发展空间比以前要多很多。对，我刚来的时候，大家还是好像很遥远似的，非常局限的感觉。对，就是他那时候就是只有 immigrant 的，而且是那种 fresh off the boat 的那种 immigrant 的那种华对对对那种 stereotypical 的那种角色，你可以去演，对对对要么就是、要么就是。就是这种说你即使说是华人这边 immigrant 过来，但大家还有不同的你过来一两年的这种经历，或者你在这边已经是好几年的，或者说是在这边长大的，有很多人来这边是来读高中的，比如说那他的经历就跟你 fresh off the boat 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就是他那时候很单一，我刚来的时候，所以现在还是发现有很多这种机会。对，然后我近期发现的话，是有那些大的像 Netflix 啊这种大厂的话，他对即使一些角色，即使是 animation 的 voiceover 的那种角色，他都是要你是本人是 Asian 的，即使说是对越来越追求这种，对他就是追求这种就。慢慢进入的主创吧，我觉得是的，是的。对，原来的话，一个白人导演的话，他肯定只要是一个中国面孔，他觉得可能就是懂这些文化或者等，所以甚至我们自己会看到很有点怪，觉得说一个上海人刚来的新移民说的是那样的话，就觉得很奇怪。对，我那时候最反感的就是。那时候随便什么片子里面都会有人要说中文，我说那中文根本都听不懂，每次他们要说中文我就开始触头，或者那个一点中餐就是那个盒装的那种炒饭，哎呦我的天，对对。不过我发现后来发现大家学生片的话都喜欢拍饺子，我说中餐不只是饺子好不好啊？我是上海人，北方人不要来说我，也受影响了，就是刚来的学生可能也是一种。标签化的他是对，即使现在的话很多我接的角色的话也都是那种非常单一的妈妈型的，就是妈妈要么就是对自己的孩子百般刁难，就是那种百般刁难中国式的教育是吧，对，要么就是你随便孩子做啥他都是特别支持的，就这两种类型，然后要不然就是生活非常艰难，对对对，就没有什么苦大仇深，对啊，就过来什么打三份工的在餐馆里面打工的，对对对，我说这不是说没有，但是我们华人的话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过于单一，对，还是不过其实我觉得也是当时或者说是大家一个是眼光可能描觉得这种才有能挖的深度啊，是另外的话又会觉得这种就是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自信，觉得可能我拍其他的别人接受不了或者说看不懂，或者说是对中国，那就是要找苦大仇深，对，凡是越中国的或越民族的越世界那种意思，可能反而是你像现在好多片，你包括那个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然后还有 Beef 啊这些，对，他们我觉得都已经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演员也很重要，就这些演员其实他们也在不断的让很多美国的观众已经接受了，那他们就你说的别的故事我也喜欢，甚至很以当地的文化的，可能我慢慢也都比较容易接受了。对，现在这些因为大部分的演员你在电视上面看到的也都是在这边长大的演员，但是他们就是还是抱着那种
不是说对祖国的热情 per se， 但是就是说还是、嗯、还是对这个中国文化，他还是或者他们自己的自己的原先的国家的文化、嗯、还是有那种热情的、嗯、所以他在这边就是诠释那些不同的角色，让就是美国的观众能够一点一点的了解熟悉这边的文化、嗯、然后从就是 first gen 这个角度来了解你这个 immigration parents 或者是在、嗯、还在国内的这些家人的那种生活的形态。 对， 对对对，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嗯，那你演的这些戏里面除了一些你觉得就是太那个标签化的那有哪些你觉得那你演得挺开心的或者挺满意的？是，对，我觉得最开心的一部就是这一部 AFI 的一个片子叫天黑黑。哦，对，我也在啊，那次是第一次认识你，打完架之后打完架之后你就跑出来安慰了一下，很短暂的一个 overlap、嗯、对、嗯、那场戏就是首先那个角色穿着大红的衣服，然后就是对就是在很霸气啊、哦、很霸气的那种感觉、嗯、然后那个导演很可惜那导演现在他已经回国了嘛，但是那导演就是把每个角色都是做了很仔细的笔记，嗯，再小的角色即使就是说一两句话或者是没有话说的、嗯、他都是说这个角色是什么样子的、嗯、背景、嗯、身上的纹身是什么样子的，都做了特别详细的笔记、哦、对对对对，我就是非常 impressed， 然后他对我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嗯、你这个角色是什么样子的处境，嗯，你这个角色是，就是说这个妈妈的话，她是，就是说她在这个赌场，她还是会耍一些小心思的，嗯，对吧？她是这种生存的技能，嗯，但是她被打脸，我被打了一下耳光，去死了，妈输不起，我要死，臭婊子，有完没完自己当回事儿，我他妈弄死你，凭什么打我？臭娘们，我完蛋。非常 dramatic， 然后被打了耳光之后，那种屈辱的话，那种就是，嗯、而且你就说觉得你没有当好妈妈，你自己的女儿在旁边、嗯、这么小的一个小姑娘，当着孩子的面，当着孩子的面，嗯、然后你就说你这样子的话会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嗯，就是这种很复杂的一个心态，他、嗯、就是跟我就是解释了很多，很多对、嗯，交流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而且你看那个拍出来的就是。就是把整个氛围啦，各种人物就特别特别灵动拍出来。对对对，而且那场景也做的挺好，挺有那个山海郊外啊，中国的那种味道。是是是，对，就是那种地下赌场的那种感觉。对对对，然后我当时这是唯一的部片子有动作片的感觉，虽然就是打了一个耳光，但是我们特别请了一个，他们特别请了一个动作老师， stunt teacher，、嗯、然后还排练了好多次，啊啊、然后各种，后来就是被打了之后，我不是还回打吗？啊，所以就是各种 rehearsal 啊，就是感觉就是特别特别棒，嗯、就是我就说演员梦就是这么一个圆了一下。啊，就是动作方面，你觉得动作方面，然后就是角色嘛，这个角色就是特别、嗯、特别。多元化，对，这不是那种很标签的、嗯、你如果很标签的，你这个妈妈她首先不可能进赌场，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其他学生片有说妈妈在这种赌场，这个主要是局限在家里面，她自己本人的那个经历，她是这很有关系。对，她我在片场的时候，她不是有一本那个册子是介绍她的那个创作的那个背景，嗯哼，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我不知道，有很多他爸爸的照片啊，就是以前的小时候的照片，对，就是他真实的经历。哇，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是我就两场嘛，大概两场挺少的，基本上看不清楚脸，但他都有一场是我躺在床上，嗯，那个房间做得很好，就是很那个很中国那个、嗯、郊区的那种出租房的那种味道。对，但他就一个镜头，很多墙都没有拍到，他都去做了。哇，可能他当时可能有别的想法想拍，但最后还是没有、哦、拍，也没有拍。对，他这个项目是我看到的片子，所有这些学生片里面、嗯
最 ambitious 的一个片子、嗯、你想我们那这么多演员在那一场戏里面，我剪下来就是两三分钟，嗯，但是就是这么多人，我们拍了两整天，印象当中最好的一个。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就是这有一部片子在 Netflix 上面，它叫 Moxie， 它是2021年放出来的。哦、我拍的话是2020年，嗯、就是2019年，正好在 pandemic 之前。之前，哦、对我那时候正好是觉得哎呀 momentum 很好，那时候 book 了这个片子，然后正好是另外还 book 了一个 national commercial，、哦、就觉得哎呀这个仕途前景很旺啊，然后夸大一下就疫情来了，然后大家都所有东西都暂停了、嗯、对那个片子的话，我当时就是我去拍的话，是我那个景那个场景正好是他们拍摄的第一天，就是整个剧组，它是一个电影嘛，整个剧组拍摄的第一天、嗯、所以就是每个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哦、然后 Amy Poehler、哦、对 Amy Poehler 我以前就是看过他拍了很多东西嘛、嗯、就是他是但本人的话他就觉得很敬业，然后还是很风趣的一个人、嗯、然后很平易近人啊、然后跟这个演员我的女儿在里面也都、就是、嗯、那个女儿她其实她是也是很有性格的一个年轻女性，不单单是做演员，她还是自己做一些艺术上的画画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觉得哎呀很开心啊，有这么样一个屏幕上的女儿能够跟我配戏、嗯、然后这个整个配戏的话就也虽然说是 stereotypical 的标签型的妈妈、嗯嗯、但是就我还是长了很多经验，比如说她在这部片子里面我是说中文的对吧、嗯、但是就是说她说全部中文但是有一个词叫 tank top、嗯、但她整个这场戏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妈妈不想让这个女儿去学校穿着 tank top 去学校，就背心嘛、哦、就因为他们学校就是对女生的话有这种服装上面的管制、嗯、就说你不能够穿得太性感了、嗯、所以这整个片子就是那种女性主义的那种片子嘛、哦、所以就是作为妈妈的话就是说我说你不能穿 tank top 去学校的、嗯、但那导演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字说得清楚一些，哎，你身上穿的是什么呀？你不能穿 tank top 去学校的。It's just a tank top, Mom. It's not a big deal. 对，因为你虽然说在、要让观众特别对对、嗯，因为你说了一堆中文嘛。虽然你的英文角色里面英文不好，但是这个词要说清楚。对，他就所以说就是说你在实际生活中你不会把 tank top 说了这么咬字、嗯、咬这么清楚的，嗯、但是你在实际的拍摄观众的话他们听了一堆中文他肯定脑子里面不会想中文、嗯、对他就是就懵了，突然来一句的话、嗯、所以你就是一定要把那一个英文单词得说得清楚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实际的经验很好、嗯、是怎么 book 到的，是 audition 那个的话分享一下，对那个的话还是挺幸运的，那时候我有一些audition 啊什么的也不是太多嘛，然后这个 audition 的话因为他是在 pandemic 之前，所以就是 in person 的、嗯、对，然后当时的话我还特别激动，因为当时我们拍的话其实还是拍了一个另外还有一场戏就是跟 Amy Poehler 我们两个人在那边通电话的，不在一个空间里面、嗯、但是就是说他当时拍的话他是 Amy Poehler 自己本人跟我对戏的、哦、对,、啊、对然后我就说这如果剪下来的话肯定会就是 back and forth、嗯、我跟 Amy Poehler、嗯、相当于就有一场对手戏的感觉嘛，但结果他最后剪下来他就把那个给剪掉了啊，就没有打电话这场戏，没有最后放进去啊。其实我就说我觉得还是一个 make sense 的一个决定，因为他其实不需要那场、嗯、但是我自己当时 audition 的时候就特别兴奋、啊、audition 就这场、这个、audition 就是打电话的这个、啊、对，然后另外 tank top 那个倒是没有 audition 那个、啊 okay、所以其实挺有意思的，你 audition 和最后What's end up on the screen、嗯、非常非常不同。 Audition 完了多久拿到 callback？ 当时知道是 Netflix 的吗？当时不知道，哎，不知道、就是、也不知道多大的，就是有一个 feature film、啊、对，当时倒是知道是 Amy Poehler 的，记得好像去 Warner Brothers 的 studio 去 audition 的、啊、对，然后 audition 的话就没有感觉太怎么样不同嘛、嗯、因为他也没有太说啊 ，We love your performance， 那 casting director 也没有说这么多，嗯、他就说哦 ，That's pretty good， 然后就是一个 callback， 然后 callback 他也没有给太多的 different direction，、嗯、然后一般来说
一般说我现在当演员当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你去 audition 然后完事儿就忘掉了。对对对对，就只能这样子。才那个、对他那个时候倒是挺快的，嗯、一两个星期之内我 agent 就打电话，然后我就特别特别高兴。我记得我在路上听到的，嗯听到他对他打电话给我的，然后我在开车。就是那个，就是 Pasadena 和 Glendale 那条路上面，我听到这个那个桥，我听到这消息，我就在车里面尖叫，哎呀，好兴奋啊！我看你上的课好多，我是上了很多课。我是